厦门联谊会的谭会长。谭会长，厦门的。厦门的，这是浙江的谭会长。你好，大家好啊，我是那个加拿大浙江同乡会的常务副会长，我姓司徒。我们今天就是说很荣幸，我们今天呢就说在这里呢就召开一个局长招待会，因为呢这个加拿大浙江同乡会呢我们今天就是成立，我们就说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这里呢就说立足在这里。服务我们那个旅居，这个浙江籍旅居多伦多。我今天特别高兴来参加浙江同乡会的成立大会。这个同乡会的成立，我想不仅是对浙江人是一个好事，其实对于整个华人社区来讲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多一些社团的成立，就可以多一个组织吧，对他们自己的乡亲的一些照顾，既能够联络相宜，有利于新移民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华人和当地民众的交往，同时呢，也对于增加两国的交往也是有帮助的，所以非常祝贺浙江同乡会的成立。非常之高兴呢，就是在这个接文沙亦都是我选区啦，咁咧呢一个系加拿大浙江嘅同乡会咧系成立嘅典礼，咁啊当然咧系中国嚟讲系有咁多嘅唔同嘅地方，亦都越嚟越多啊，即系有新旧到加拿大，佢哋系能够喺呢度成立一个同乡会，大家啊藉着呢个会咧可以更加团结。除了聯絡嗰個嘅即係感情之外咧，亦都真係對我哋喺加拿大嗰個多元文化咧，係無論係文化上，亦都希望喺其他領域，譬如經貿上咧，係多一啲起到交流嘅機會。咁對我哋整體嚟講，加拿大中國呢個同鄉會咧，都係譬如多列治文山市咧，都係一個好嘅即係發展嚟嘅。咁我喺度咧，好衷心咁祝願你哋咧呢一個嘅接方。成立之後咧，業務係蒸蒸日上，會員咧越嚟越多，亦都加強同我哋市府同埋其他唔同嘅層級嘅政府咧，係更加發揚呢個商貿文化交流，大家都係欣欣向榮嘅好機會。多謝。呢個陸宇健，你好，你好，陸宇健。非常之高兴来到这个加拿大浙江同乡会的新闻发布会，其实呢无论在列治文山也好，或者在整个加拿大都好，越来越多呢就是来自国内的移民，他们来到这里也都很需要有自己同乡同声同气，大家互相扶持，我觉得这个同乡会的成立呢是非常之好，兼且还可以有多些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呢，令到新移民来到这里是更加容易适应加拿大的生活，所以呢祝贺他们呢尽快成立，可以呢令到更多的浙江同乡可以得益。多谢。我是参加沙巴五井协会主席，那么我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浙江同乡会的这个成立典礼，那么这个我觉得时机是非常的对，尤其是现在浙商在国外这么活动，然后在加拿大呢这个陆续两次总理已经往中国访问，加上今年去年也有大批的市长往中国方面的访问，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再站出来的话呢，与这个中加两国不但在商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都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那我在此呢祝他们这个同乡会的成立呢会更一步的加速中国两地跟加拿大两地的各样的发展，祝贺他们。我是王范大，是浙江加拿大浙江同乡会创会会长，目前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会啊？成立这个会是为了，因为浙江人移到加拿大移民越来越多，我们为了帮助同乡，促进他们有个交流的平台。在多伦多大概有多少浙江的同乡？大概有没有？现在在多少？据
完全统计有5万多人。5万多人，大部分从事什么行业？有没有？从事一般来说从事当老板的比较多。因为他是私人跟民营企业都比较多的呢。在加拿大还是比较多的。过去浙江这十几年发展怎么样？浙江发展特别好，发展特别快，有些东西跟浙江跟这边有个交流平台。现在浙江没有这个这个会，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互之间有个交流平台，把它就是把这些，比如说浙江有科技啊，那个旅游啦，这些这些跟这边就可以挂钩。为了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向政府争取一些资源，把它做的做个友谊桥梁。今天打算有什么活动啊？今天打算有什么活动？今天打算。今年打算。今年打算，过两个月，把成立这个晚会。为组织商务团到浙江去吗？为组织这个商务团到浙江去访问？会，就是把我们浙江的商务团到这边来访问，要把加拿大的商务团带到浙江去访问，商务交流了。商务交流，像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是不是啊？报名参加是吧？到浙江去，我那浙江的那些侨办呢什么啦，是不是啊？过来，指导，过来带你们，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浙江同乡会的成立大会和新闻发布会。首先呢，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我们浙江同乡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活动的贵宾 ，Madam 胡冬梅 ，Vice Consul General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的副总领事胡冬梅女士。Council 钟宏诺、王健和钟宏诺，这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的领事 ，and representative of MPP Reza Moridi， Marina Lu 是我们这个安省的省议员，莫伟立先生的代表。还有呢，是我们的Michael Chen's representative Richard Zhou， 我们陈国正先生的 Richmond Hill， Gao Wen Chen and Castro Liu， 这是我们列举文山市的市议员陈志辉和廖立辉议员大会长致辞，有请。今天有尊敬的胡冬梅副总领事、钟宏诺王健领事、尊敬的省议员莫立维助理、马瑞娜女士、陈国志部长。特别助理周新先生，尊敬的李正光、何武杰、陈志辉、廖立辉议员，尊敬的各位华社侨界领袖、媒体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时间参加今晚聚会，
我叫王方旦，是加拿大浙江同乡会创会会长。今天我宣布加拿大浙江同乡会正式成立了。浙江简称浙，是中国东海一个重要省份。浙江人及地灵，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书有鱼米之乡，诗茶之福，文武之邦，旅游胜地之称，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交相辉映，特别明显，知名度很高。比如说西湖、虎头山，安省有个千岛湖，我们浙江也有个千岛湖。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浙商文化。浙商以低调共赢、敢创敢拼等为主要特点。这是由于浙江商人勤奋务实、勇于开拓。浙江是目前中国事业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也同时也涌现了像马云、杜兰等浙江的代表人物。目前移居加拿大的浙商籍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有成功的企业家。我们成立加拿大同乡会是非政治、非宗教、非盈利的团体组织，主要是服务浙江同乡、联络同乡、建立项目交流平台，促进浙江同乡之间的交流、互助与合作，维护同乡权益，帮助新移民安置就业，支持帮助在加拿大浙商投资创业，发挥浙商优势，促进加拿大浙江科技、文化、物流、经济加人才各方面的交流。在会务方面，凡是浙江籍在浙江生活、工作、学习、居住过人士，或浙江人的亲友，热爱浙江友人，承认本章程，提出申请，均可成为本会个人会员。公司和组织提出申请，均可成为本会团体会员。今后我们将组织各种活动，帮助会员增加互动。我们已经决定今年举办盛大成立大会，邀请在座各位参加，同时希望浙江乡亲奔走相告，积极参与。在社团中，加拿大浙江同乡会绝对是个新兵，我们非常希望总理事及兄弟社团组织对同乡会工作待遇指正，多提宝贵意见，使同乡会能够健康发展。中国农历新年蛇年即将来临，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我加拿大浙江同乡会向各位拜个早年，祝万事如意，阖家欢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驻两地驻入先生 Mr. Michael Chen Mark Han
你这样子转过来，转过来，过来对。Congratulations on the occasion of. Okay, look at me. This is Jessica Chan, the director. Okay, look.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一个第一原因就是我的普通话比他烂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跟你们一样，看到总领馆的代表吴副总。We are very happy to gather here to annou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hejiang Association for Canada.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the Zhejiang Association for Canada.I would like to show our sincere thanks to all the guests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specifically, I want to thank the guests who just gave us a speech. Thank you, Ms. Wu Dongmei, the Vice General Counsel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Thank you, Mr. Richard Zhou, the representative of.MPP Mr. Michael Chen, Ms. Marina Lu, the representative of MPP, Mr. Rada Morin, Mr. Chen Li, thank you, the City Councilor of Toronto, Mr. Godwin Chen, the City Councilor of Richmond Hill, and Mr. Castro Liu, the City Councilor of Markham.Also, thank you, Mr. Oh. We have to learn a lot from you since you are rich experienced. Now I'm going to start talking in Chinese. Good evening, everyone.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in the Bai Huang Zi Zhong, our news conference.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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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自古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千里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以千里遇故知排在四大喜事之二，足见古人对同饮江水的亲情的看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希望以此会聚集遍布加拿大的浙江籍人士，发扬浙江的优良传统，比如说将我们的浙商文化的特点特色发扬光大。正如刚才吴副总领事所说，我们加拿大浙江同乡会将有三个会有三个创会宗旨。第一，服务浙江同乡，提供新移民的安居服务，帮助浙江籍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第二，为浙江与加拿大，特别是浙江与安大略省提供商贸交流的平台。第三，成为浙江与加拿大各种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机构的经济组织与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会将致力于促进和谐统一，传播中华文明，成为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最后，在此中国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加拿大浙江同乡会向在座的各位拜个早年，衷心祝福大家新春愉快，蛇年大吉，事业发展，心想事成。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媒体的支持，他们分别有新时代电视、嘉华视讯、星岛日报、世界日报、明报、加拿大商报、环球华报、信报、星星生活、北美生活、地产周刊、多伦多在线、轻松加拿大、
家国无忧约克论坛 CCETV 加拿大中文电视台，当然还有我们 Omni 电视台。我们在此呢再次祝愿我们的加拿大浙江同乡会能够有个美好的前景，谢谢大家。大家谢谢。啊，谢谢。进来以后介绍我们。谢谢您，哎呦，真是不容易，真是真是真是，来了就星光熠熠，哈哈哈哈，谢谢啊，干杯，嗯，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哦，对，谢谢，来，秘书长碰一下，主要是都是靠各位浙江同乡热心，哎，谢谢谢谢，我的学的不容易，哦，不是我们的不相反，我吃的，都吃的。